的问题啊。这整个课程哦，伊这内底写真扼要吼，啊，真嘛真实在。啊，整个课程，这款课程是十期的啦，十六周吼，十期十六周的课程吼，你讲这个成本甲效益的分析，吼，成本甲效益的分析是伫这个咱的工程上吼，伫政府编列预算的时吼，做预算哦 ，budgeting 的过程内底上重要的物件。啊，所以伊写这几页吼，是过去几啊当前，哇，久啊哦，六七当前啊吼，六七当前啊，咱的曾所长迄阵对这个物件真，因为看了我的册吼，看了我一本《桃园趣来》，啊，伊就真想要了解讲是安那贪污遮济啊，预算呐弄安尼不安尼吼。啊，所以阮时常咧讨论，有当时要讨论较暗诶。啊，成本效益分析是编预算的理论基础。哦，啊，头先咱迄个张议长嘛讲讲有关预算的周边的代志，是非常技术性。啊。我因为做财政局长，所以也拢主持这个预算的迄个编审，吼、哦，所以感慨足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个，所以我足希望讲，伫下一遍的咱的参议员的上课的时阵，会当，哦，讲一个实例，或是袂，或者是讲把这原则提出来讲安尼。啊，即已经要算咱要有时间哦，所以我都伫这里说借这个时间哦，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咱古早哦，中华民国还未退出，迄虽然毋是咱国家啦吼，啊，伊还未退出联合国的时阵，还是世界银行的吼、哦，算一份子啊。世界银行是各国提钱出来，吼、哦，做一个资金。啊，照顾这个需要用款的人去贷款做建设。伫退出联合国，中华民国去用赶出联合国进程，咱做重大的建设，拢甲世界银行借钱。啊，世界银行要借咱借迄个中华民国钱的时阵，一个重大的工程，你爱提出报告来。报告讲，你这个预算是开偌济？哦，预算所有的预算，你咧买所有的材料，有你伫台湾生产的物件，佮有伫国外买入来物件。即个国外买入来物件，爱佫去考虑你的外汇的影子价格 ，shadow price， 吼、哦，叫影子价格。这个影子价格是代表一个自由市场方面，吼、哦，外汇的影子价格。自由市场之下，伊实在的计数。那是讲，你若是固定汇率，咱过去伫1987年7月15日以前，因为外汇管制，所有的美金拢是政府定好势，讲一块美金就是卖你40块，就是固定汇率，吼、哦，卖是40块的，吼、哦，当央行还是银行，你会当。你把银行申请，啊，银行搁再甲央行提安尼，都卖你1块美金，啊是40块，啊你结汇了，你假使讲你要10万美金去美国读册，那么你就是提40万来，哦，40万台票啊换1万美金，啊固定的汇率，但这毋是真正的迄个自由市场的这个计数，迄个时段伫1980年迄个时阵。因为1984年中国甲英国的香港条款，对1980年开始谈判84年，就啊决定讲1997年要甲香港还予中国。迄个时阵，台湾的工商界都有人对台湾的未来感觉足危险。
感觉足危险的时阵，就真济不管啥物人啊，就是讲有钱的人啊，只要有钱的人啊，因就一定用来买美金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所讲的中国的流亡难民啊，流亡难民啊，那长期拢咧收购美元。吼、哦，我1982年的时阵，摕了一份奖学金去日本做考察。啊，迄款的奖学金，我开有存嘛，开有存，当然先都卖予一个中国流亡难民的教授。卖偌济呢？我是卖42块。啊，我所在吼，王永庆是卖44块。所以这个外汇价值，你若要算伊的成本，真正迄个成本，假使讲要做一个桥，要做一个高铁用的桥的时，伊是爱一亿的资金的时。伊是5000亿用咱在地水泥、钢铁，另外5000万爱对美国，也是日本，也是欧洲买迄款嘞较用的材料入来先。你一算的先就袂使用40块，爱用42块，或者44块，迄代表你的社会成本，迄才是真实的成本，迄叫做 shadow price。所以计算这个本、这个 cost 的这个物件，这个成本的物件。唔是像咱简单讲，哦，我都预算偌济一亿，就是算一个。你即五千万的时吼，你去换美金来买只材料入来的时，你都要用迄、那个，再算5000万，袂使用讲40块来算，爱用42块来算，安尼。所以这才是真实的成本，可能就应该是超过啥，超过一亿的物件啦。哦，你账面上是一亿。但是实际上，你咧做成本效益分析的时候，爱用，假使讲咱四千万，吼、哦，是讲要对国外的买债，就讲100万美金。但迄100万美金爱乘42，还是44，再来算你的代票的成本，所以 cost 就会较悬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咧做高铁的时候，迄当阵交通部伫要做高铁的时阵吼，我就时常参加这个会议。你讲成本效益这部分，我是改讲恁迄个效益估得太高，但成本相对低。你讲4000亿，吼、哦，4000亿，啊，但是你足济物件是在了对国外入来，啊，但是你的估计估计你的国外入来迄个成本的时，你用啥？用个央行所规定的汇率，啊，实际上你在啥？按照乌市的这介绍来单来讲，因为即使讲你即摆。咱的汇率制度是1987年的7月15以后，就变成浮动汇率，浮动汇率。但你浮动汇率，那是叫管理浮动，就央行在咧控制，用央行在咧控制伊的迄个汇率，迄嘛是唔是完全自由市场的啦？哎，浮动汇率，比如讲啦吼，1998年的时，1998年咱本土性金融风暴，按照道理，迄个是阶段的时。咱代票应该变大的啦，应该变大，哦，所以，阮国内学者拢主张讲，顺迄个事，将代票变大了，予咱的工商界会当出口的时，摕较侪钱倒转来，就有趁食，工厂就袂关掉，失业率就袂增加。但是央行的总裁，伊讲啥？实质有效汇率一直咧降低，吼、哦，降落到100以下。只要实质有效汇率是降低的时阵，咱的代表表示讲，咱的产品有相对强劲的迄个竞争力，所以不但免降低，是爱升值啊。证监会甲中央银行拢根据实质有效汇率来做这个汇率的政策。我甲李登辉总统写一个报告讲。假使若官方一直拘泥伫迄个实际的有效汇率啦，所以实质有效汇率计算是根据咱甲主要的贸易国家，吼、哦，因贸易量总贸易总贸易额进出口合起来，总贸易额除以甲美国的贸易额、甲日本的贸易额、甲中国的贸易额、甲欧洲的贸易额安尼，而且呢乘上什么？乘上它的名目汇率。哦，乘上名目汇率讲，所谓名目汇率，那像即摆讲，咱逐工看得到的，逐工咱伫迄个
五十七台、五十八台吼，你讲股票的吼，那个哦，今仔日汇率偌济，30块，还是30.2，吼，三十还是讲29.8，啥？迄叫做名目汇率，吼，用迄个物件来加权平均，用你的贸易的秒，就是讲美国甲美国进出口的贸易，甲总量来比较，迄叫做权数，乘上你的名目汇率，啊，你甲日本。贸易的心甲日元的迄个关系，名目汇率，安尼来计算起来物件，叫做实质有消费力指数，迄是 index， 即指数。这個、指数足侪人去算过，所以我甲李总统讲，我是真认真算这个物件，啊，我发现经济会所算的欠用啥，欠一个人民币的部分，欠一个人民币的部分。所以你若无甲人民币放落去计算的时候，你迄个数字有时候就一直往下降，啊，结果咧，你就失真啦，失真。所以证监会甲央行拢主用根据这个物件，就无爱回贬值，啊，要回升值。结果害死足侪工人，都爱直接关厂，啊，怎啊刷去东南亚，刷去中国安尼？啊，迄就是害死台湾人，因足侪人就失业啊。啊，所以安尼讲，如果大家个较会经济理论开始足困难哈，足无简单了解，吼、哦。我讲举一个啦，某甲这个工厂，吼、哦，隔壁迄个工厂是某甲工厂，伊生产这个物件，未去美国的时阵啊，未去欧洲的时阵啊，咱报价是一块，吼、哦，啊对方嘛甲咱买啊，所以咱假设卖一亿支，都摕一亿块的美金回来，假设那是汇率是30块。咱就赚30亿，收30亿几百，啊对不？啊，那汇率是28块，咱就提28亿几百。即摆假使讲，那变大概35块，咱就提35亿几百。假使讲生产这个物件，咱所有的成本、材料的成本、到营运的成本，是一支要30块，对不？一支要30块，你那汇率是30块，我是无赚无了。啊，那一直升大概32块。我就了2亿，啊！那汇率啦、代表啦，变大概35块，我就赚5亿。迄、那个阶段都类似安尼，吼、哦，1998年类似安尼，所以我是主张讲，甲变来甲40，咱的工厂大概拢赚10块，啊，就免关起来。结果伊讲唔是，即摆爱甲升大概2倍，结果咱的工厂拢了2亿，所以关足侪厂起来。所以这类物件，凡是计数，凡是 price， 凡是价格的东西，拢是影响到咱的经济物件。什么物件是价格？咱物价就是价格，利息、利率就是价格，汇率就是价格，哦，地租就是价格，地租就是讲一平土地一平厝，我讲租这地一平土地一平是1000块，迄个价格。凡是价格，拢影响足大诶，啊，所以价格这类物件，吼、哦，唔通用控制，爱用自由市场诶。现在中国经济创未起来，伊就是控制，一直要控制计数，一直要控制个要字要字，暗就字会掉，啊，那字袂掉，伊就害了了，吼、哦，是安尼。所以我就用这個简单比例就讲，如果讲较远起来啦吼，本来咱讲这个成本的计算，我就。讲成本计算，讲到这里名目汇率，啊，名目汇率爱调整是安来调整，有一个原则吼。啊，所以你若是去年以这个实质有效汇率变作伫1998年以后，甲即当阵你想看卖？1998年以后，甲即当阵咱的汇率政策是安那？汇率的政策变作害死台湾人的政策。啊，所以有两派讲法啦，一派是台湾派学者主张爱贬值，但是去用喊。一派是中国的学者，甚至讲台湾的学者，但替中国人讲话，讲爱升值，这人做做官，啊，了解无？所以凡是卡着政策，拢有意识形态。因为啥？所有中国学者拢希望中国发展起来，所有中国学者拢希望台湾资金拢甩去中国，替因做建设。啊，但是你想看，决策者拢伫面顶个，因唔知影遮物件，遐政治人物读法律的拢唔知影遮物件，
甚至为他经济嘛搞不清楚这个东西、啊、所以1998年1999年我参我的学生认真写文章，你鼓吹讲爱变大，吼、哦！我希望变大个40，我甲李定辉讲，上少上少就要变大个30，啊，若无你无法度生存，你看你过3-4年台湾经济会崩盘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讲，李定辉教授、李定辉总统伊较早，哦，上早期1970年的时候，上好的朋友叫做贝拉巴拉萨，伊伫世界银行。做全世界90个国家的经济顾问啊！我甲你讲，我1989年要对美国转来台湾的时候，伊一再甲我叮咛，你台湾的迄个汇率啊，台湾的台币啊，没有资格跟人家谈升值。你要等于甲你讲，无资格甲人谈升值。你一个农业国家，你若要继续发展落去，你的汇率袂使相对高估你的币值。所以高估币值就讲，咱用28块去买一个美金，迄、那个高估币值；咱用35块、40块去买一个金，迄、那个低估币值。宁可低估你的币值，不可高估你的币值。中国知影这个诀窍，这个诀窍，所以伊伫1994年啊，4块换一个美金，甲改做8块换一个美金。我从1994年的3月去北京考察，去上海考察，吼、哦。我去的时候，才1块美金去换4块，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变8块、哦啊、所以因为变单嘛，超乎寻常的贬值，超过市场所需的变单，所以就躲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，亚洲金融风暴。但可惜，我1998年12月25日跟李总统写一个万言书，伊即使就是伊同意的时阵央行总裁并不同意啊，伊讲有独立性啊，因为徐延东死去啊，换现在这个央行总裁，所以人来讲，伊是6星级的央行总裁，我拢不以为然，因为害死台湾经济，哦，这是另外话了。我是讲这，那就讲有时间我来讲给大家听我这个故事安尼吼。回过头来来讲一本笔这个物件，哦，所以咱对起步一定要做深入的了解，哦。这里，头先讲的是成本的估计啦，吼、哦，成本估计就是你本国的买物件用本国的价值去估计会使，对外国进口物件爱去估计你的吼，迄个汇价，吼、哦，外汇价格的市场价值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啥，也效益的分析就足明显。效益分析吼、哦，就困难。你看得到的是好讲。那像讲咱这里、個，咱的迄个曾所长伊这里讲义内底吼，有一个一个实例吼、哦，第二个实例嘛吼，啊、哦，第一个实例嘛真清楚。第二个实例迄吼，迄实在是伊足客气，唔敢讲我的代志，咪是同关的迄个气运会吼、哦，为了办气运会吼、哦。在老朋友时代吼、哦，老朋友做馆长迄中间啦、啊，1990年、1998年以后啊，1989年以后啊，整个啥，房地产起个足厉害，啊，同关吼、哦，房地产销售量足大，所以吼、哦，伊任内6-7年内底啊，超收伊个税收偌济，将近100亿，将近百亿啦，哦，所以老朋友遐下骹手遐，安尼油水水安那。工程一直做，干迄个巨蛋开50亿，小巨蛋开50亿，吼、哦，啊，体育场嘛开50亿，啊，体育场小巨蛋重复的时候，你都办区运会呢，区运会了的时候，干迄个体育场啊，一年编1000万元工的预算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搁再啥9000万的维护的经费，一个运动场9000万一档的维护费。我看到这预算，我就感觉足头疼。我去看过那边，顺过那边，看安怎看都无开9000万的迄个遐济啦。啊，所以我一直主张讲，这个物件爱个啥，爱个花啊，个标出去，和民间去经营。咱也通收租金。我讲一个例，同迄、那个有一个什么建国路，我袂记啊。
哦，伫铁路边，毋是建国路，伫铁路边有一个什么爱什么国际路，国际路，国际路铁路边遐有一个游泳池，迄游泳池规模是真大，可能我毋知开偌济钱，迄是我去以前就起好啊，租予民间，予民间去营运，一年收500万的经费。我举例说明，咱甲迄个所在，我伫管府的薪水说，咱甲迄个所在，予迄个民间去经营，人伊经营个足好个。真有效率，所以吼、哦，经营者有赚钱。咱一年收500万租金，咱拢免开个用家己人事费，慢慢去做维护费拢免。你体育场内当用这个方式，你标出有人来抢标呢？有人来抢标的时吼，伊、哦、标金可能是1000万、2000万，甚至3000万呢。咱一年收入3000万，啊，咱即摆无去标出的时，编预算原讲是1000万，过来9000万的维护费用就1亿出去啊，结果。这个情况之下，你的一年就是了过来1000万，管理嘛赞成啊，但是我赞成。迄体育场的迄个主任不赞成啊，安那不赞成，伊在甲教育局长施压，吼、哦、啊，唔在教育局长唔在甲有啥物关系，所以教育局长嘛唔敢赞成啊，因为啊，啥体育，这个体育场的主任。唔赞未赞成，因为伊这内底叫油水水啊，油水水啊！我一千是员工的费用，啊，我9000万的迄个维护费用是皇亲国戚拢伫我家里食饭呢。哈、啊，阮家的亲戚朋友、好朋友、亲戚朋友拢伫家里靠这食饭的呢，9000万伫家里分呢，我你标出我都无啊咧，啊，即款，啊，伊只要甲上甲面顶打电话写就好嘛。家己为打电话写就好啊，家己员打电话写就好啊，就好啊嘛。我伫议会哪讲，人就哪甲发卡。佮这个程度呢，所以改革唔是遐简单啊。我看了讲管路遮尼啊乱，我就失望诶。讲诶一套，做诶另外一套，啊，拢卡着啥个人诶利益吼、哦。所以这真明显就是讲，咱底下这些效益就产生出来了。吼、哦，咱常住收入然后3000万一年，咱就是。减少7000万的，吼、哦，迄落，甚至讲，你讲1亿免编，我阁赚3000万，啊，毋是，效益就是1亿3000万啊。所以效益是有当时看到的，但有当时看袂到的。伫这个实例2、实例3内底吼，迄、哦那个桥，吼、哦，我嘛伫上课拢一直讲这个桥。这桥、個，假使讲一个都市有一条溪对中过，吼、哦，啊，干咧一个所在较老一个所在有桥，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。那个都市发展的结果，本来是东区是较发展的，啊，这个、西区吼、哦、较无人，农业区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迄大溪对阿过根本都无做桥嘛，因为啥，农民足简单咧，农民就是用船来运嘛，无要紧啊，甚至吼、哦、水较浅的时阵撩过嘛，啊，所以就无做桥。即我都市发展啦，发展的时吼、哦，就西区就开始发展的时，开始人较济的时，大家足无方便哦，那即。桥的东边，桥的这个南边，若要去，要去北边先，都要坐去东区，啊再过桥，啊再坐过来，啊这时间可能要1点钟，啊是讲，吼、哦，咱卖讲伤少啦，伤少就无意思，要1点钟。啊，即个做一个桥过先吼，做一个桥伫西区遮吼，伫西区即附近遮人吼，要过桥吼，10分钟就过啊咧，啊所以你爱过去50分钟升起来，这50分钟升起来先吼，你着看真。一年内底有偌济人经过，即偌济人数字甲估出来，几台车过，啊，几个人过，啊，一个人假设那是吼，先50分钟，啊，若100万人呢？100万人都50分钟，5000万点钟，5000万点，你若讲一个人1点钟100块，啊，就5亿，50亿的价值啦，即个实质有效的，迄个效率，迄个受益额就是加出来，吼、哦，这是看得出来。啊！即摆讲，做桥个景观足水个，你甲创个足水个先。这个景观，互咱看，咱对遐过人感觉足舒服个。啊，这消费要偌济？吼、哦，真歹计算啊！啊，高铁就是安尼啊。哦，甲碰大一部分呢，无多计算碰大一部分呢。假使讲，事实效益就讲，我即摆高铁个估计中，我偌济人去来坐我个高铁，省偌济时间，所以这算出来可以会当算出。具体的这个效益出来，啊，具体效益，甲伊讲，一年有1000亿，啊，然后讲，
我吼、哦、一年内底啊，我有2000亿个迄个不可看到的迄个啥看不到的那个景观效益。伊安尼甲我讲，安尼写呢，类似安尼啦，就讲两倍遐济，我讲这已经膨胀了，伤过分啦，吼、哦。当然你爱算时间足长的，讲30栋还是50栋，所以可能你会当膨胀到足大个。所以我是主张讲吼，爱有限制，爱有限制。实际上会当估计啥？假使讲这个桥做起了，变风景区，变做一个景点啊，所以偌济人一年有带上偌济人来这个所在参观。啊，来这里所在参观是，这就变成一个小型的商业区。啊，这商业区大上会当增加这人的收入偌济，用这個来估计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是甲曾言建议讲，将来咱啦有这个物件的时，限制讲伊的哦 ，intangible， 迄个 intangible， 迄个 benefit， 改定到你 tangible 可以看到的具体的这个效益的30%的话，而且伊的膨胀啊足大的时吼、哦，变成他买做哩。中国就是安尼啊，大行卖做，啥物工程拢卖做，哦，啊，我想估计你啦，讲咱高雄科工馆，咱高雄来就足知啊，科工馆开偌济，土地卖算80亿，土地无算80亿，足济个人唔知呢，土地无算80亿，我带我的这个财政局的人，包括这个国强电器的这个财政局的遐员工。去甲访问的时候，去甲伊参观的时候，我就甲我只员工讲，我讲，或者我只同事讲，我讲，我问迄个顾问的讲，一工超偌济人来，用超200个，啊，另外一工作人员啊200外个，200外个服务200个，啊，我啊门票偌济200块，我讲一工200个，啊，那200块一工都是偌济40000。四万的薪哦，一年是偌济？都1460万，1460万。啊，你讲200外岁薪水偌济？哎，可能要3000万，哎，3000万。吼、哦，安尼干好？哎，但是无端端去的啊，对哦。起码你80亿，这个物件，假设加上土地100亿。100亿的时候，你起码你要收1亿入来呢，1%而已。哦，所以咱个想法嘛，也是了钱的生意。但咱这个中华民国会烂到这程度，让咱台湾人吼水足重的。哦，我伫因要讲的课内底有一个考题，哦，迄个考题，哦，大家当做参考，哦。伊讲财政赤字会发生，吼、哦，唔是政府黑白开钱，诶、欸，中国个学者拢安尼讲哦，啊个台湾吼、哦、去啊中国者，一寡台湾学者吼、哦，拢去抱国民党个脚下，起码拢甲国民党同款个想法啦。哦，政府无钱，政府即个预算赤字吼，结算拢赤字个时阵吼、哦，像头先咱张院长去讲个讲，甲八年甲九年吼，也是18年，我袂记了。加来搞吼，伊税收一条4000外亿，伊支出是一条6000外亿，都赤字1000外亿吼。伊讲财政一直赤字，唔是你乌白开，吼、哦，是你税收不足，因为你赋税比例才占12%、13%，啊，但系咱民间拢敢讲，哦，重税拢有，中华民国慢慢税，拢真重。等到咱那边纳所得税的心态哀哀叫，对唔吼？所以我来看甲伊相反，我听讲说，你的财政赤字，唔是你税收不足，是你预算乱编，政商勾结，贪污了了去啊！安尼我安尼讲啊，因遐中国学者对看了我拢头痛，因为我来看拢解无啊，啊我佫有寡数字，具体的物件，因为我做过局长的时候，我足具体的都提出来讲。哦，讲种300丛树啊，2000万，安尼是乌白开，还是税收不足，还是乌白开开了？这真具体的啊，吼、哦！所以类似这款嘞，咱讲一本比的这个分析足重要，哦，是上基础的。啊，你编预算的时候，咱我看过全台湾各县市的预算书，
无一个合格，包括中央预算、中央总预算无一个合格。那等于讲有2500外个单位咧编预算，迄若提起个美国，甲人比无一个合格。我看过美国 Salt Lake City 盐湖城的预算，盐湖城的预算书真简单、真明了，每一个人看得到。咱的预算书是干咧议员看得到，民众看袂到的。安尼呢？嘿，就是倒空着，就议员甲这个政府、这个管户啥吼倒空。啊，即摆乡公所吼，乡公所、乡地市公所，甲乡地民代表嘛拢倒空。你一般人看袂到的，特别是任何人拢看得到预算。所以是哩安尼编预算，伊讲即摆也是委员制吼，迄、那个委员、市政委员轮流当市长。吼、哦，啊，市政委是算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因拢请专家来，所以因咧预算吼、哦、变啊足好势。伊讲，哎、欸，叫环保，环保这类物件，我废弃物一年处理偌济废弃物，吼、哦，我安尼处理的时，会爱开偌济钱。另外一个方式，就一每个这个第一种处理方式，我要花多少钱？第二种处理方式，我要花多少钱？哦，第一种处理方式，我可以比如说焚化炉。我可以处理多少垃圾，爱花多少钱？第二处理方式说，我用烟埋的，我花多少钱？另外第三个处理方式说，有的东西可以再生的，我就拿去再生，我就花多少钱？啊，三个家的做伙，吼、哦，编一个出来，先编一个放在家，另外两个放在家，叫做 alternatives。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预算都有一个参考的这个替代方案，叫做 alternatives。放到右边，和迄、那个，那你民意代表来做选择，安尼呢？我所看过台湾所有预算，无一个有这个方式，无一个有这个方式，拢随在编编一个娘娘，无替代方案。明明那你预算筹编原则来滴，吼、哦，以中华民国有一个行政院颁预算筹编原则，吼、哦，预算筹编的手册。讲你得编预算的时，你提出一个你感觉上好的方案出来放在家，但你另外爱放一个啊两个替代方案，和民意代表去选择。正如咱头先曾言讲的讲，咱曾所长讲哦，咱的立法委、立法委员、咱的官员无一个捌坐，啊甚至因的助理嘛捌，啊所以吼、哦、就拢糊弄，最后拢包括表决就解决了。皆大欢喜，所以皆大欢喜是讲，因为官员嘛摕到好康诶，议员嘛摕到好康诶，即工龄即侪尽量甲开啊，无钱才过来招啊，无钱才过来招，啊然后就是变作车子，变作负责哪样哪侪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这预算的改革吼，将来是足大足大代志。咱今日伫这所在甲各位这个长官报告吼、哦，重点就希望讲大家真正为了改革吼、哦。这方面要用这时间用这精神吼、哦、来研究啊这个我是讲一寡原则啦吼、哦、啊然后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将来咱就希望讲有普通行政人员训练班啊，然后有三个月16周的课程的吼、哦、16周应该是4个月啦吼、哦、4个月课程，3-4个月课程啊，将这个物件吼做一个，将来咱当然后提到捐款，这是一定爱有的啦。那一个行政学校，有一个行政学院啊，行政大学安尼吼，专门训练这个物件，互每一个人吼拢会当充分了解。我讲这是的，我伫管政卫生，我足希望讲收编预算的时阵，大概编预算的时阵，每一个单位拢来接受这个研习，我会主讲。我甲遐所有各单位的这个前线，你编预算的前线，遮少年的太太、先生、小姐拢召集起来，那像安尼200-300个人，我来甲讲习吧，吼、哦，开始讲遮原则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咱的法令规章安怎讲？我想，讲习一步的时候，编出来预算绝对是较好个啊，无影。我讲有问题啊，我拢知影，了解啊，拢知影安怎做啊。但是即摆提出来预算，一个看，阮即个初编的时吼是财政局
甲资格室合起来去审查的预算，无一个合格，无一个合格。我你来那边，我明明上课甲恁讲过也袂使，那边一定爱提出我所讲的这個原则。因为我们的主管讲，卖插迄个蔡局长啊，免插蔡局长安尼讲啦。咱都旧年一百万，即摆甲变一百二十万啦。啊，伊若无钱了，退到一百十万嘛，无要紧啦。安尼啦，都即款的物件，这个物件要哪会进步？哦，头先咱张院长的零基预算，伫美国零基预算是生理企业界，就讲我这个业务要阁继续做了无？哦，逐年检讨这个业务有价值，阁继续做了。那无过来做类型，我就甲停掉啊，就停掉啊。哦，所以美国的公务员是有失业保险的。你这个部门、这个单位停掉的时，你这人唔免讲到处去杀。咱台湾、咱中国话、台湾话是到处去杀嘛，杀去别个所在，只是唔免人嘛，甲杀到个所在去做用人领薪水的。但美国唔是安尼啊，你这個部门若无失去功能啦，若无功能、无功效的时，无需要存在的时，就马上无去啊。取消无去啊！叫人失业，啊，给你失业津贴，你家己去找头路，不一定是政府的机关，一大部分拢是去私人机关啦。所以这大改革吼，实在是真无简单。咱我有当想吼，咱六十几年吼，这款烂政府安尼殖民统治到这个程度，大家已经无迄个理解性，啊，拢徛伫本位立场，啊，个人利益的角度来看问题吼。所以要改革这心吼，这人的心吼，要来甲扭转过来是足困难的。啊，但无做阁袂使，无做阁袂使。所以吼，我是借这个时间都安尼粗浅啊，甲大家做这个报告吼，啊个补充啦，啊个说明。各位若有啥问题，是不是会当弯下手起来问？所有财经的问题，咱拢会当问，因为。我有当时看看，我讲我吼，伫财经方面的物件，我涉猎有够快，算足快，足侪学者吼，无就是单纯知影一项，哦，对迄方面足专攻的，吼，无就个体，吼，个体经济方面真专门，吼，啊无就是对总体经济足专门的，啊，我拄趣味足快，所以我有关个体的问题，我也拢真趣味，啊，总体的问题我也真趣味。你像我头先我咧讲汇率的问题啊。迄林权迄阵做财政部长进前，人家讲叫伊沙无呢，因为伊专攻个体嘛，对总体毋捌望过，沙无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我拄对迄个巴拉萨读总体，开放总体，开放总体，吼、哦，国际经济，嘿，迄、那个开放总体经济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实务上花足侪时间呢，我用八年的时间。写一篇文章，八年了，下面人有这个耐心。我今日是要讲的物件吼，用七点的我来去，啊，这个我加十七篇的单位的物件，放伫迄个张扬生的电脑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每一个人若有视频要看，会当。我读我的暗影的先，我会分迄个单号，大家写咱的 email 地址，吼、哦，爱心再贴张扬生，爱就怎啊发批予大家，将迄十七篇你爱的文章都寄予你。即内底有考题，吼、哦，啊有即个评论稿，啊有我个人单元的迄个文章，啊是讲甲我的学生合写，啊甲啊是我的学长合写，安尼。啊，本来会当较济，啊，结果我提我的硬碟来是2009年退休前后会录的迄个物件，所以2009年以后的2010年、2011年下物件都无伫内底，啊，所以我会阁保留过来，因为我电脑都伫歹去嘛，伫过年前歹去，啊，提修理了，啊，修提当来用两工，都阁拢无电啦，画面拢显示不出来。啊，所以就到即阵拢无得用电脑，吼、哦！啊，我伫迄两工会用的时，我有传一挂文章给张扬生，但伊讲伊无收到。啊，所以我即摆今日用迄个我的硬碟，旧的硬碟来给传输到他的电脑上。啊，各位若需要有处要看，会当去改，吼、哦，咱登记了伊会当伊就主动
给你传到你的电脑去，啊，你来给你印出来看，啊，一定看无的，啊，看无的时阵哦，你若看无迄部分，吼、哦，我这内底无真深奥的物件啦，真数学的我拢无囥你啦，囥你内底，啊，将来一步一步，我会甲有一挂数学观念的物件囥你内底，图形、图形还是数学观念囥你内底。咱若有普通行政人员训练班有四个月课程时，三个月、四个月课程时，我一定这黑板拢写满满，黑板爱画图、数学观念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物件是真专业的物件，真专业的物件。好，我讲到这个所在嘛，差不多五点二十分啦。啊，大家唔知有啥问题要问无？罗小姐，你有啥话要讲无？秘书长有啥话要讲？来。感谢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，因为我本来预计讲英文两点钟，结果才点半钟而已，所以点半钟没跟我讲、哦我就借这个时间把这个预算的问题先给大家做报告。来，那秘书长要说的，来有意见吗？大家有意见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有意见，我说有意见，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都没有对，你做向你知。预算编审要定，吼、哦，也有一个安尼规定。我讲我做乡长的这个经验啦吼，我阮就乡，当然这个普通预算这是普通的乡所的本身的预算，但是阮有公共资产，搁另外公共资产一个预算安尼啦。但是我做乡长的时代呢？我拢编了60万的公关费，公关费恁拢知影啦吼，因为恒春地区是迄落观光地区嘛，你都所捌我的人，伊及得着嘛要去恒春找我咧，嘿，啊乡长的这个特级费才27,600尔，迄搁再三个20,000，这嘛无够，个月20,000块，啊是迄个一年，特级费一个月27,600，嘿嘿，啊阮遐。那做迄个首长的人，红贴啊坐哩，我捌集11张啦，集11张的红贴啊，吼啊一张1200块多，啊都爱万几块，但是这个预算变落去，我甲算讲，阮的公司产的收入一年4000万，啊阮遐是偏远地区吼，一年的这个大学生差不多2个至3个尔。讲到迄时讲，伊我都考着嘛，是无都读啦。啊，佮迄阵呢，即个成率足低嘛，才10%尔嘛。所以我为着即个问题，我甲编小学到大学全部负责学习费就对啦。所以即个政府即个教育局是由我落去做引导的啊。但是这条预算送到县政府，唔爱我开支。国民党的那个馆长啊，我就先做这省政府，省政府是宋楚瑜做省长，也可可唔肯安尼啦。但是我在你竞选的中间，这张支票开出去，无错人绝对袂使，要安怎对迄个选民交代呢？对，我所要考虑了，我用命令支出，因为主计甲这个财政科长是官派的嘛，伊当然个人立场啊。对，我讲恁做恁开落去。有代志我全部负责就对啦。大家该高声，一掌声来高下。哇，来做下就好。对。结果这条钱开了呢，我算上去管账，伊嘛是讲准已被查啦。晓？啊，伊无对，我头先死的时候，伊国校实习甲1、2年，国中实习第二年安尼啦，到第三年国小甲国中全变政府负担啦。所以台湾的。义务教育是我现金龙带动的，就对了。啊，我有一届，人我检举讲我利用迄、那个，我甲利用迄个公司产的钱啦，检察官我调去呢，检察官。
我讲检察官，我做乡长，迄张支票三粒银啊呢，我乡长当上尾呢。财政科长甲主计他有可能讲，互我乌白来，你无可能嘛。我讲检察官，我寄阮的迄落公司的决算互你啦，寄去全拢到即马拢无调着，干那调一届尔。所以我当时伫对付国民党啊，我绝对拼迄落命就对啦。嘿，开的钱在滴，唔是讲落我落啊，我绝对无咧惊伊。甘心啦，甘心啦，谢谢。哦，顶日去迄个恒春的时候，跟你做听你讲嘛，足甘心。廖学光做立委的是因某做市长嘛？对。根据廖光的调查，各乡镇市区的预算，拄啊占中央总预算的2.5% 尔啦。嗯。伊讲伊绝对袂努力啦，我去找伊的时候，讲今仔你做你看我的就对啦，但是今麦可能差不多有3%安尼啦，到目前有3%啦。最近是共阮上方所一年差不多2亿嘛，敢那真巧就摕5000+万去啦。对。啊你搁共伫阮伫屏东，伫阮州来到屏东100公里啊。对。哦，敢那乡长的油料是补助280粒啦，一个月啦。我嘛搁家己搁贴差不多3-4千块落。是啊。嘿，迄阵要省政府的时啦，走左武峰来去600-700公里。嗯。干那迄哦，代表是我讲，我绝对无惊恁迄落啦。对。我若无做金丝，我了钱，我甘愿做。但是恁莫讲我，了，恁莫批评我安怎。对。嘿，我讲只要做什么过啦？对，真好。大家吼，该鼓掌者，确实有影。咱林乡长吼做了真好。咱所有咱将来的市长、吼、郡长、啊州长，拢爱来家学习。确实，伊做了真，互人真甘心啦，吼、哦！一个满洲乡足偏僻的，吼、哦，伫这个恒春半岛、恒春的半岛吼，较靠太平洋这边头，啊嘛，创啊足好势安尼。所以做官都爱像安尼，咱才会讲真正讲身在公门好修行，就是爱安尼做。所以我感觉讲。顶个去恒春的时候，听你来讲嘛，感觉足甘心的。其他唔知有啥问题无？唔免客气哦。吼、哦，当然地方的财政足困难的，我是专门研究地方财政的。吼、哦，我迄本，我有一本地方财政的迄个册，伫迄、那个咱迄个图书，咱迄个书架上有，我有放两本伫啊。但是较理论，较理论的部分哦，足侪数学的，卖甲看，你甲看你看有就好安尼。哎，请你。是不是要爱国家民间百姓抽迄个税收？哦，这是安尼啦，是不是爱国抽迄个税收吼？咱将来制度甲现实是一定无共款，尽量卖扣税，尽量减税。我方叫做讲减税教授啊，我逐项税拢要甲减免，我感觉太贵太贵了。迄税金吼，迄税咱的税制吼太不合理。你像讲土地上的税60%。我要求啥？刚刚10%就好啊，10%。迄个遗赠税啊，遗产赠与税啊，较早是50%、40%、30%的，迄有无？一直落来，迄个累进税嘛。我足早以前伫10几年前的时阵吼，叫做副改会的时阵，我做委员，就是李登辉时代1996年，伊当选了，就成立一个副改会。我做委员时，我就做讲10%，甚至零税率，吼、哦。这物件吼真趣味啦，足侪人甲讲，你主张10%，还是主张零税，安尼拢无税收，啊好个人财产拢留落，拢无甲扣税，安尼唔好。我讲主要咱爱看啥，看讲你对国际有竞争力无？我举一个，我创一个简单的模型，有一个台商，伊有4亿，吼、哦，伫台湾投资1亿，伫中国投资1亿，伫香港投资1亿，伫新加坡投资1亿，一年后每一个单位拢赚1000万。台湾扣税扣偌济？扣250万。中国扣税扣偌济？扣350万。啊，香港甲新加坡吼扣15%都扣15万，啊150万。所以伊一年后伊的钱偌济？都1亿，搁在伫台湾是1亿搁750万，伫中国是1亿搁650万，伫香港甲新加坡是1亿搁850万。死去啊！死了啊！要扣遗产税，因囝来纳遗产税，伫台湾要扣偌济？扣5000多亿。
一亿过八百五十八百诶，过七百五十万，五千个较低啊，一半五十趴先去啊，哈，五千万啦，五千万啦，五千外万啦吼，五千万以上啦，伫中国调扣无免，伊无税。伫新加坡甲香港话者扣十趴先，一千万。啊，我来做迄个台商，我惊是，我台湾的工厂我都卖掉啊，搬去中国还是搬去新加坡，搬去香港。啊，知意思无？啊，知无？咱无国际竞争力，咱的税制和咱无国际竞争力。所以吼，十几年前我就安尼主张啊，十趴先算较合理，农民扣税人爱讲话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是讲，这税制的物件未使扣甲足悬的。啊，但是地什么所在爱扣较悬的？咱的地价税爱扣较悬。咱的房屋税比地价税较悬，这就无合理，吼、哦！将来咱地价税爱相对悬起来，啊相对悬起来先多车多次的房地产，才会贵到迄个程度。啊，你这个土地上的税甲降低，啊地价税逐年爱扣的提升一趴先多，咱叫啥？咱叫话是全台湾实质的这个地价税率无甲一趴先，无甲一趴先，一百块扣无你一块。哦，就是什么叫实质的那个地价税率？就是、你地价税负担除以你的土地的价值，无甲一块钱的价值，所以是收无税。啊，土地征土地征的税足悬，但是你若无交易，都收无税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这個情形之下是安尼无交易，因为既然遐悬，我就买卖嘛，我就爱等到我死才要卖嘞，死才要遗传给阮囝嘞，啊，来你扣无税。啊！你应该逐年扣税的物件，你该扣无税，一千块再扣一块。台北市上俗，台北市一万块扣啊，这扣一块。因为咱税制有问题，安尼问题，咱是地价税是累进税，有一个累进起点地价。台北市是对3000万计代开始累进，咱台东才50万开始就累进啦。所以台东的地价税比台北市加贵偌济，贵50几%出来。啊！那安尼，我若是台东人，我有迄了解，我台东开卖掉来台北市买，啊，所以大家拢去买台北市，因为台北市相对也税负很低，啊，这增开所在反而很贵很高，安尼是，当然大家拢对台北市去集中啊，所以这是不合理的税制，所以咱你改这个税制是一步一步要来做的，就首先就全台湾拢同款，对1000万开始，安增开税就足轻的。啊，多些水就较重啊！吼、哦，安尼先哦，咱渐渐人口就会回流去这个增加，类似安尼。所以咱对这个物件要有细节的了解，吼、哦，谢谢。我讲我这头要问你，好来，姚老师。啊，对了，统总会说完了。哎，送北青南，南部建设足少，啊是咱宜化东嘛同款。所以台北市台北县哦，伊人口侪600几万，啊，分足侪，伊建设愈侪，啥一寡硬体啊，话无足侪啦。啊，咱偏远地区哦，拢无。啊，所以偏远愈落后。对。哦，这款呢，咱以后咱啊执政哦，爱相当做考虑。啊，这款吼，这款研究30几单。谢谢。我有看人评论中来讲这個，哎、啊，这内底17篇内底有一篇咧讲这個，吼、哦，我有甲提出来讨论安尼。好，那部分咧，我来做个讲到这为止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起立，下课。